所以我特别提出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一想益生化。那我们一想益生化科技是那个制造研发的公司，然后我们的凯丰科技是负责一些行销管理。好，那我大概利用简单的10分钟之内，因为我们规定10分钟之内，好吧？那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东西。 那其实呢，我今天看了一个分，就是说一个基因组的话，现在一个人的基因组3×10^9次方的 base pair 那么大一个基因，4000块台币4000块就可以解决。那个是波台铭那个先生现在正在会做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的公司是营养，然后切入我们的基因，因为我当时念 PhD 的话是做那个人类基因组的一个计划里面的那个top one的一个基因的 cloning 的一个。 一个相关的，好，那其实呢，基因很重要，原因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基因在表现，外在的东西吃进去之后，可以把一个基因可以把它控制，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奋斗的主要目标在这边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司专门在萃取，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特殊的，比如说东龙虾，那个比如说那个巴西蘑菇啦，比如说灵芝，那个都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，好，那下一站。 这个我自己控制。是有钱。OK， 好，那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啦。我刚刚已经刚那个王董已经介绍了，其实我的念 PhD 是在台大、清大跟Hopkins。那其实呢，看到3个学校，大概一定说有学校没有毕业的，没有做。第一间学校我大概进去做了实验之后，因为他只有给我1个月15000块。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，15000块没办法生活，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抢得很厉害，所以清华大学跟那个 Hopkins 他们是合作的一个 PhD 的那个 program， 那他这个合作的，所以他就说我们去那边念好的，因为他给我留职留薪，那留职留薪那个时候的薪水跟差那个跟15000块差很多，所以我就到清大去念，然后呢我的论文是 Hopkins 做的，因为我的教授都是那个。 John Hopkins 那个大学的一个教授，好，那我之后呢，我在研究院里面工作，做个研究院，不是公立院的，是中研究院，好，然后我在学校也有兼任那个副教授，教授这样子，好了，下一个，好，那这边就中文就不要跳过去，好，那我们的公司我简单的提一下，就说我们的公司有一个 story， 就是到底是怎么那个怎么，然后我们的产品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们做的是全方位的产品，因为我们想说从头脑聪明到讲逻辑都可以，我们不做单单的一个产品，好。
那所以我们的公司这样子，2007年成立，2004年是音响音，然后2007年是海风，所以我们的音响音大概也有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海风大概也是有10年的时间。那我经常会讲说，健康找 K V， 那你也知道 K 在 L 前面啊，所以奢华就找 L V 吧，那个是 L V， 就是 I J K， 你也知道是 K L， 好吧？所以这个点，然后呢，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谈。好，所以为什么郭先生、郭台铭先生为什么现在集中在做乳癌的一个基因研究？原因是因为你也知道他太太是因为乳癌过世了，好，然后他现在想到把那个基因做出来，把它找出来，当然是很辛苦的啊，所以他投了很多钱。那我们想说，那我就不用一下子投那么多钱，我就从那个营养的基因的那个角度进去，那当然可以帮很多人，很多人可以去恢复健康啊。然后那个原因就是说，我们的食品可以启动个基因，把一个好的基因启动，把一个坏的基因把它吞活不掉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理论啊。所以我们目前也一直在往这方面在走。好，那我们的公司负责大概主要是那个苏小姐，我们的那个苏敏慧，因为她负责一些行销啦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谈一个 ARV 啊，啊，因为我一个朋友是专门做媒体的，然后每次都做一个 VR， 对不对？就是虚拟的啊。那从虚拟里面，当然实际跟虚拟是在一起的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品牌是除了做 OEM 之外，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OEM， 不自有品牌。啊，所以现在很多的跨境电商啊之类，很多的电商都经常跟我们谈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可以供应我们自有的品牌自己的产品，然后提供他所需要的。啊，这个部分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是那个，这个东西可以，好，啊，不用哈，好吧，应该没有那个放那个口罩，没有哈。好像没有，还没有，没有，对，没有，可以查，不用了，不要，好吧。然后我大概就提到一个凝脱菌那个菌欧美的，就是目前是最夯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直接去做，当然很多人会去做，比如说我刚跟一个老板也提过了，因为他们是做一些仪器的啊，然后他可以做生技，也就是现在很多第二代、第三代的 DNA 序列就定序的。那现在定得很快，一天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定出来。我吓一跳，因为我们之前花好多时间，那花好多时间才把一个基因把它找出来。那现在花的时间好快，一个钟头花了3000到4000块，可以把人体的基因全部把它做出来啊。那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一些那个植化物质萃取的啊，然后那个植化物质萃取之后会直接去作用到我们人体的基因，然后这个基因就表达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在这边啊。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产品，可能看不是那么清楚啊，所以有兴趣的话，到时候可以跟我们多联系一下。那我们是需要说多介绍介绍一些朋友啦，然后多认一些朋友，然后把一些好的东西让你们吃了之后，可以好好的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啊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在这边啊。所以每个产品我都不再多做介绍啊。那这个是个别的产品，比如说那个固力宝啊，就是让你可以走得很远，走得很远啊。你也知道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啊，可是呢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啊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一上到筹西嘛，对不对？那刚之前那个刚带来的没有啊？那个高董的话，我好像没看到他啊。最近在谈一些商道筹信啊。那当然人道的话是那个筹成之类的啊。好吧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哎，那我们商道可以聚在一起，然后可以走得快，更快更远。好，然后呢，灵芝是我们固有的东西，然后呢，那个所谓的玛咖，因为它是玛咖是壮阳的啊，所以玛咖的话，它本身有那个光啊，它可以吃出了就不需要再喝什么咖啡的啊。然后呢，眼睛的东西呢，还有那个后面是那个所谓的天马银杏，那这个都是最棒的东西，都是直接萃取出来最好的东西，我们不好的东西都不要。然后就经过 SGS 之外，那还有德国莱茵啊，因为我们要进入到美国，要进到各个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德国莱茵的认证，除了 SGS 还有德国莱茵的认证啊。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些蜂王乳啊什么之类都有啊。那另外的话就是纳珀激酶
冬天的话就怕血管会阻塞啦，那很多人就讲一讲，然后就倒下去了，原因是那可能是血管的问题了，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之类的啊。那我们的纳豆激酶可以让很多人血管畅通啊，就好、啊。那另外我们的生态的会有一些生态的蛋白质啊，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东西。我们不好的东西我们都不做，我们是做最棒的啊。然后那个像那个我们这边有好多漂亮的美眉有没有？那这个美眉的话，这边是让那个珍珠，还有那个胶原蛋白，那个让皮肤永远保持年轻，而且它的分子量大概都是经过水解之后，分子量都是1000啊，在1000左右，皮肤可以吸收，胃肠可以肠道可以吸收啊，直接吸收。那这个是我们的产品，好，所以这边大概就提一下，这是酵素的产品。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是台湾有一个网，然后他一直在找东西。然后他跟我们去劝架，结果他对我们说这个是我保他可以做，原因是说他要说吃了进去之后呢马上效果马上出来，而、啊、那个很多的保健品的话你很难啊，就说吃进去之后马上有效果，那跟他说这个东西就有，因为我们的舒活宝医生条件3分钟的，那医生那个舒活宝宝吃进去马上肠道蠕动，然后可以很快帮你排便啊，这个是最棒的，所以我说这个是最速度最快啊，所以他说好，这个他要好。那另外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这个部分，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吃的话可以美丽，每个人都想要，我们女生也要，我们男生也要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个是我们的最那个小分子啊。那另外我们这个是我们古代到现在的那个是灵芝，就是我们的灵芝，那这个里面都120粒，这是胶囊啊，那这个都是我们直接萃取。我们直接萃取之后浓缩，那个整个浓缩全部没有其他的成分呢、啊，全部都是灵芝的那个成分啊，就这样。那它这个分属于那个一般的那个通肠道的啊，这是一般的那个血管的啦。那当然这个呢就是那个保健了、啊。我们今天不谈任何的那个一些疗效，我们都是就是一个保健的，好吧？最后就是我们的是属于一个。这样是我们的 slogan，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slogan， Health KB Lux LV、啊、那 LV 大家很清楚， KB 胜在打知名度这样的、啊、好了，然后呢我们一大堆的网路啊，这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的地方，就这样的。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、啊、那有那个那等一下有一些我们都上到都认识的话 OK， 那如果说等一下有机会可以跟大家都交流都认识一下啊，就这样的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的王总经理。那如果对保健对生计嘛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请教我们王博士，他会很乐意为大家做解答跟解说哈。那因为我们。